创作者通过作品传达内心的真意，不该是这样的结局。你想诉说什么？你想成为什么，塞琳娜？故事开始了新的篇章，溪流会重新流动，花朵也将再次绽放。在这世界，这宇宙，即使有过争夺与冲突，但人们仍然走在充满希望的道路上。我的名字是塞琳娜，请问我们是否在哪里见过？你好，我的名字是塞琳娜，请问我们是否在哪里见过？能与各位一起进行这场演奏，是我的荣幸。准备就绪，开始序曲。感谢您欣赏《华彩乐段》。在意识海深处回响的浪潮声，越是触碰你，那声音便越是响亮，越是动听。机体同步率控制稳定度上升，今后能够更好地执行任务了。这个广阔的世界正是最适合我的画布。